那激烈的过去了，你那个声源出去的都出来就行。那时候有个彩虹专案，抗议贩卖人口，在华西街、万佳华西街，所以得我工作变的是啊，不要进城，有那个卖奖券的也都出来抗议嘛，很多人都出来抗议，人家牙医师也出来抗议嘛，这个是在抗议出去，在华西街第一次去到华西街，很多原住民的几个单位哈来抗议那个。贩卖人口，因为除迹最多最多就是原住民少女，啊，这里面没有时间念了，这里面就是他们的血泪控诉，比如说一天接个几十次啊，一次才十块钱的，很多很多，啊，这张是说明了除迹的悲惨命运，就是在那时候的社会力里面啊，就是各种的社会力量都赶出来了。抗议人口贩子逍遥法外，你这原住民上在那边，这条是华西街，在华西街里面一个喊话，一个喊话。我其实不是自恋的，我到三十几、二十几年后、三十年后，我都还常常拿我的照片出来看。我就是对着那个苍寮在喊话。为什么会拍这张？检查包庇，没有检查包庇，不会有人口贩卖，所以到桂林温泉去抗议。这就是我们的立场，我们的观点。来，走出228人民228和平之运动。前不久在那个去年的二月啦，在那个28纪念馆，我有一个专题，这里看的是张。我那个展览的不到十分之一啦，我有两百多张，这里才七八张而已。在台南啊，2月18在台南一次。为什么说都是二八的阴影？我都要讲，主持人哦，咱听讲二八，阿甲妈妈问哦，就讲阿囡仔人有年无嘴啦，也无囡仔人卖差别啦。我知道228三个字而已，更大一点点的时候呢，高中的时候知道哦，原来228有大屠杀，但是呢，你还是找不到什么东西去了解理解228，所以228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阴影。所以当郑南榕他们要发起228的时候，我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我就觉得郑南榕说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当然这恐惧的心理没有去除的话，你什么都不要谈。”你永远在那个阴影底下，你不要说你要反国民党还是什么，都不可能的事。所以他在办这个要平反228这样的一个运动，所以我就跟着去拍。我在拍的过程里面，我在想说，我妈妈你老公啊，今嘛这个时代，奥利桑怎么看待228这个事情？我就找一个奥利桑当我的背景来，当我的眼睛说他在看这个228。当拍完这张以后呢，我说那小孩子呢？小孩子怎么看到的吧？我就要找那个小孩子，就拍了一张大家刚刚不可思议的照片，我说明这是真的很不可思议。在哪里？对啊。哦，巧。对啊，怎么那么巧？很巧哦。对啊。沈家的敏锐就在这里。不是你去布局的，对，他们布局的，我没看来，你来支枪给他们玩了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老人拍完，我想说，哎，拍个小孩子，小孩子怎么看的吧？我正好这样的一个画面出来，啤酒，所以的，黄牛就是建立在边上的声音给，还给我们真正的。展览的名声力，可能是我下次明年展览的最惨。母亲的悲怨，那老过去应该用怎样叫做？你们在没听？科奇化，我们都念过他的新英文法。科奇化，228被抓去关，他写了一个母亲，他的朋友被枪杀了，他写一个母亲的悲怨的一个诗。
就在彰化，彰化县政府的前面的广场。其实是国旗的旗，那时候的气氛呢？有内日当空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很僵持的气氛在那里。二二八和平日就不和平，打得最凶的就是这一场，看到老魏老弟，最二八最倒最惨的就是这个三月七号，连我都被打了，我站在制高一个制高点哦，我有什么一个胖胖的壮壮的一直跟着我，原来他是要打我的。是很壮，比我还壮，190公斤，很壮。趁我在拍的入望我的时候，就咔站着，然后从那个阶梯的站下来。你看这个车好，等下相风摸。啊，你的相机怎么不会被他没收？不会啦，你有传好几台。我一个一个一直给他给他找你啊，没收是在地岛时候差点被没收。地岛等一下，我一没把你的底片揪出来，我还没付啦，就乱的，很乱很乱，非常的乱。怕他呢？叫你听。一定是我用弄一个啊，摄一个模模糊糊的照片，我把它留下来。啊，是这样。以后就是这个精简版啊，又有机会再给大家看完整版的。因为啊、哦，我一个题目大概都拍了5剪8剪10剪，大概100-200张照片，6张7-8张。像我二八吼在展览的时候是200多张，这里大概10张而已，是1/20。没关系，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那第二次的访谈，1987年4月16号，从台北台电大楼一直到公园，要翻脸这样。这标语到现在还是在用啊，盖了十几年。以前字还没完，以前的字比较漂亮。对，就是从台大的门口要走的东西，以前比较，我要公园要强。啊，对，公园都看了了，随随便便出来都，然后呢都满的。要去核市场的场子的时候，就被包围在那种，突破了那个包围，很肿，又被包围起来，突破了，又被包围起来，这个拯救警一包围，封这样子。不过我小女孩啊，好年轻哦。对啊，他完全不像。1985，哎，连嗲音是都上街的。本来我的标题是说，拔掉国民党的蛀牙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个牙医那个医师上街头都很特别，你知道吗？都大家都穿着白袍上街头这样。嗯嗯。哪能像医生哦上街头？牙医界。那不容易的，人家认为是那个白领的，然后是那个高收入的，跟人家双层玻璃嘛，他层玻璃都整个西装都整个白袍的，所以觉得很特别，跟他拍一下，跟他检查一下这个地方也，哎，连老兵都出来了。因为这个行动才开放，那个什么，去中国那个这个我忘了怎么称呼，就返乡啊，那个可以探亲，因为这样的行动以后才可以探亲，战术。所以你看哦，你现在回头看哦，每一个运动后来都有结果的，你反戒2年都不解严，对不对？二八，你看现在撸不着民来，台湾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，也对家属的。对台湾的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很大，反抗是有用的。这是老兵，你看，好啊，一年完工，一年准备，3年完工，5年成功，就是被他们都被他骗了，一直讲骗钱，战士授权证，跨无家何人呀？打拢三样。
变变了，哇，那鸟那不敢乱。哦。你警察，我跟应该是一个副教的局长。哎，你们那谈一下理念，我们曾经也上过街头。老历史。学生运动，学生也出来了。1987年。无疑是什么？李文忠因为搞学运被退学的那一天叫无疑。所以他每次弄一个五一学生日活动，在校园里面有，因为有五一了，才有后来的一些百合。那当然可以说，因为有李文忠，后来有刘仪，后来再有一些百合。哎，也不完全是这样的，至少是有些关系啦，有关系。这在台大校园里面，椰林大道，这样子，他不像刚讲说，你没你无法想象说，那个时候就是正常了。对。你我想说，那个时候只敢在校园里走来走去，后来变成好几万人的学生运动，对，一百个运动。教官在旁边监视着，一只狗在看他。这一家的名字又来了。这只狗也你安排好的。这只狗没有被关，不是，是我叫他去的。高官，高官。对，好，就是这个。那个钟嘉宾啊，现在屏东县副县长哦，当时学运的领袖之一，都在校园里面。那李文忠在哪里呢？李文忠不晓得。第二次的五一九绿色行动，1987，刚刚是1986五一九，就是1987。震撼界。周围孙文。纪念馆周边所有道路全部封锁，红磡密不通风啊！福文街面好几万人在那里，好几万，哦，对面的高楼上去往下拍，那时候人还没啊，不是最多了，因为后来我接到一个秘密电话，我就冲出去了啊！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，怎么都有秘密电话？有。在跟国民党搞间谍战，哦，很精彩。1986、519就在龙山寺搞了嘛，后来想说，啊，第二年要再搞一次，那要搞到他解决为止。所以第二年的519就开始要开始在酝酿。之前其实有个419，就是说先试水文化，共民党也别冲上来。然后本来是郑南榕。他们在弄，在推动，后来民进党已经成立了，所以应该让民进党来领导。民进党呢，小可吃惊，也嘛无经验，没有什么社会运动的经验，也怕怕的，但是硬着头皮要办。但是其实后面是郑南榕在那边做一些事，所以我们要来这个运动之前呢，郑南榕在旁边的一个咖啡厅，我忘了他的名字。然后那时候有 BB 扣了什么，对不对？还没有行动电话，他就给我们一个电话说，用这个来联络事情这样子。所以当我在里面拍一拍，然后觉得说，哎，人这么多，应该到对面的大楼去拍。我就站个电话，二十楼，那二十楼就管，我就上去那边拍，就接到电话，然后说那个有人就跟我讲说，哎，来那种叫人跟出来。没错，突破包围，只有我拍得到，因为只有我有电动啊。我就跟我一个朋友一看我打，我就给他拖下就这里，蓝明星啊，大家嘛，怎么了？有他说跟出来这样的，要赚油盐啊，因为他们是埋伏在外面的，每天保在这个密了的，在里面哦。国民党就让你在那个光复南路的那个什么，说你什么什么路，反正就在周边让你绕一下。所以第二天的媒体报道就说大示威小移动，就让你在那个顺文的那个周边绕一圈那样。那他不知道我们在外面，一开始就二三十个人，谁干六点外 TV 红的五十三千几人。就后来绕，就我们就在仁爱路了，中南南路一绕，绕到云龙菜馆的时候，3000多人，一开始就二三十个人，
像这种画面就大概只有我有。后来机器在那啊，后来哪里有了，哪里有了，就萧一哲，我都只有几个人，就这两撮子啊，就这么大。只要解严，不要关了。我那时候假解严嘛，他说为了解除戒严法，他就弄了一个国安法，所以我们才说只要解严，不要国安法。这叫变相解严，解严的不甘不愿，变相解严。就因为不要国安法，所以弄了一个六月。这六月发生什么事情？中华民国反共爱国阵线，我极右派。你们动得掉，那个不了顾啊，动得掉就算。我们支持制定国安法，然后这边人就包了右派的，我们这边是左派的。哎呦，天啊，那个天啊，哎，这里都快，这个跑平常老黄金来，爆缸的，跳动搞爆缸的。哎，爆料，一边跟我们讲人啊，反正政治兵，秦先楼台大会馆这边。啊，这里难度蛮大，后来就开始游行，那张文渊、陈奇、那田妈妈，哦，田妈妈，是陈奇拉的，有点像，很像，很像，中山北路，已经有改建了，所以加上你透露很多的东西，现在是很高很高的警察大楼。边个一间日本人起的饭店，前三个礼拜才开幕。哦，你也住拢平啊？你敢靠买靠，难买靠唔同的，你看三楼敢看来看。嗯。这个学生，哎，警察有够无教的，学生也嘛调出来。吼吼吼！那拢来补习。真专的，相机车。规个台北街道非常的暴力。安全包围，你看我有想象，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。那苏志芬看到就是说明充满暴力的台北街头，我都被这个刺过很多次。哦，咱家己告诉我，只要田园，不要家己中央啊，台湾第一个农民运动。对啊，你那发动第一个东西没你打后了。他在你不是两个农民运动，我说的第一个都是美丽岛后，咱家己先讲一下，中央这下迄个农民，拼不离股，那是去的，去做福建的，他也收钱，中央也那个会让我，那时候我来中央这边采访，跟几个农民在聊天，欢迎做客人。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很坚定，我就把它拍下来。前不久，二十几年后，有一个摄影的朋友跟我讲说，我说我对你这张照片印象非常深刻。有些你，因为我很怕看人一个摄影师吼，摄影家、摄影师吼，这么谦卑的趴在地上拍他们的土地这样子。我告诉我是土地的摄影师，我说我很谦卑，但是我是趴在地上拍了一张。很有力的照片，我的名片都用这张照片。啊，这是我们他们，其实因为我人在台北，其实这边我看报纸发生很多事，比如怪兽要去欧元产能区嘛，那种亚链球盖龙对啊，来变成破塞了是吧？我们照片拍到，足用的，那是足用的，因为我拢发到新闻都知，所以伊个叫控他，我起来台北看控，弄真凶，那个控。要建在各地投资，那是欧巴桑，正常欧巴桑哦，卖牛肉的，外国美国民众的，因污泥我了。我记得他们为了我忘记要来买那些土地了，他们刚刚抗争了一年多，所以很会讲话，骂你国民党来哦，你职业的那种，你朱高正还会骂对不对？朱高正哥。你看我的书有解说了啊，先提供啊，丢了就变赢，那文章抓了你赢了没有？你看，叫你谦卑的人民，孤单的在台北街头，
就用他当我的主角，可是在他的住的地方中央组，一群无助的人拍得这么漂亮，就跟我走。这个人因为他 土地卖掉，第一个半山公里那个土地的人，过来是讲人讲啊，你这两个叫无根基，大多土地的那个羞愧的柯农要自杀，死的不甘愿。田不见了，打草声为生，变超车了。嗯。破败的农村，只是后来又来台塑钢铁，像皇宫一样的台塑，渺小的农民，无助的在阶梯上。这家伙嘛，叫我美国领导，我大声在骂你，大声我也不怕，真的没有，只要便宜，只要王永庆的钱。后来就请他们进去谈判，李伟，那个王永庆的穿制服足水的姑娘啊，提便当，坐较好势，了你领去足重啊，然后这样啊，你哦。叫狗了，安诺这样，阿婆一副不太相信的样子。里面哦，交代在后尾，我又进去嘛，哦，顶东我总从那后头去，然后这些主管呢，上面都一堆一堆的文件，里面门山拢看到一个，从那后头去。今嘛将并化水工厂，因讲因以前阿婆话伊讲，因这是状元厂。上岸田拢种出来米哦，遮好食，啊丰足丰收的田了，对啊，足肥的田了，对啊，很肥沃的土地，所以讲这是上岸田。伊就是讲啊，我若地我后摆就是去王永庆遐做工。新的教父，恁知影新的教父嘛吼？石岩山即摆这变很观光，很台湾很观光的所在。嘉义也有啊，在林。对，伊这是石岩山。那是你的圣山。那边有分店啊。在那个年代，上枪上用啊，就是西安教主、新天教主，因为他们被破坏太严重了，被杀、被关、被糟蹋，最严重就是新天教主。阿斌哦，很激动的，反正发生很多事啊，他也拍不完。啊，也没有跟上，就是只是象征性的放几张。写一载西安国民党的报纸，西安山是新约教会什么？写债写写仇写报，写债写还，犯恶的蒋家王爷，这个当然骂的更狠呢。演讲都没要懂派的，基本教育派。台湾蒋家王叫的比较更第一个感动。总统武器抗议的是新月教会，第一个赶到这里，那这里是那个年代这里是禁地，赶快 call 东门教会的过来。你俩，这里是禁地，今晚我们当地要跳舞，不能站在这里。能够站在这里是怂恿，对，推翻总家王朝啊。啊，为什么他不会被抓了？哎，用聊话这些，嘛台话这些，官话这些。因为他没有训到，是很多人呢。国语返乡，经过我们一波一波的抗争，海外黑名单要回来了，台湾人有权回自己的家。那时候一波一波的海外黑名单就开始试图要回来台湾。这个陈春雨女士呢，因为为了返乡而死，正在台湾。不要
我就讲，我唔敢讲我改革，我都答应了。没有，不要神话，要历史。原住民也开始出来，拆掉谎言。台湾日报，您可能不知道台湾日报是啥？台湾日报就是军方的报纸。中央检视正义之士，他都中央检视报纸，都是想相反的。所以我们要把它拆掉他的谎言。所以呢，因为前一阵子有一个事件，芒嘎老人会很多个奥利桑就上街头，然后。台湾日报说那些都是暴民，那奥利桑哦没动你，怎么踢馆了？台湾日报踢馆，就冲起来，整个报是倒的，啪啦，叫那奥利桑就倒的，咱家老人话，我靠，公正第一款的，乌龟公，啊冲起来，规个整个砸烂台湾日报，那是军方的日报，军方的报纸，哦，一棍子就崩了嘛，台湾人，军方报纸。台湾报不是，到后来变成那个鹿晗秀的那个那个台王永庆去买起来，那个台湾日报。那是青年日报，青年日报。哦哦哦。是不是还有一个台湾时报是比较本土的？那个台湾日报，唔单是这个台湾日报，应该唔是，因为刚经过什么青年日报、什么日报、什么日报，我忘记了。反正是老人去搞台湾日报踢馆，对不对？有用啊。他们那个真是带的模模糊糊的，我觉得哎、欸，感觉还不错，哎，把它换进来。对了，厉害！台湾日报，台湾日报，台湾，台湾报。你弄啥呀？对，因为听起来很本土啊，对啊。听起来很本土。我懂，我理解。他为什么叫台湾？他敢叫台湾吗、啊？没有，还有一个台湾时报是比较本土的。中南部有在看《中华日报》啦，《中华时报》啦，后来对啊，《自立晚报》就更后来了。对对对。讲一点钟，会使休困。哈哈哈哈哈。六团的，六团的，六团的。要地方没？开灯的，开灯的。开灯，开灯。哦，天更啊！真的好热血奔腾哦。啊，那个，他还没有讲到摄影技巧，不过也几乎有了嘛。他就是一波拍乱拍，一直坚持的拍嘛。不能讲摄影技巧，这种技巧都没完没了。公这照片后面的故事这样。那目前，我话讲较紧的啦，有进度有超前啦，有时间再互恁问。无，我感觉你秘鲁无，你这秘鲁你来愈紧。我来用，我本来是讲无爱，安尼算紧啦，一搞那是别的，一半较紧啦。你这也告诉了，你这也告诉，那你怎么搞？好，那个厕所在最后面呐，好，啊，那个要参考一下他的书也可以呢。啊是工商时间。哎，对对对对，那个伊甲我讲的，啊，几乎伊这内行的啦，因为伊知影伊这切炖的哦，是咧炖，啊，摕来遮预备嘛，就是预备啊吼，所以特别拿来。这个穿越嘛，对对对，今天好像特惠哦。你顶不起啊？四百五，这边。会使帮看卖无？今晚明仔再决定啦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还可以继续听下去。要拿去给我爸看。哎，老师，够出第二集吗？还没。哦，还没。第二集就进入1990年代了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嗯。就到1989、1990。预知结果。你看后勤的密切联络细节。他说五二一那个农民运动是几年？1989吧。520对不对？就开到5月19，就没有520。1988哎，好像88了。好像没有，啊，老师，我可以吧？你两句话我不会得了。哦。我一百21就按赞了。已经打卡了，是不是？我感觉。